我王八拼演技对你爱不完，两队浮夸搞笑到底谁捣蛋？是不酸是吧？这是谁？杜德伟啊，杜先生，你是有鼻窦炎吗？可是你也喜欢喝。郭富城看不到脖子。哇，讲话上演了吗？看过我们的表演或者是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没办法超越我，他在那一瞬间做了一个抽泣。杜德伟，我乐观。我没办法演了，不演了。Oh my god！ 我是黄立行，音浪太强，会把你们撞到地上。脱掉，脱掉！我是 Alex 杜德伟。哇哦，这一次我真的怕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演艺圈魔王 PK， 请来帮自己平心讲，他像杜德伟吗？我觉得你是张学友，妹子杜德伟。他快变杜阑尾了。阑尾，还没杜阑尾。叫我 Alex 就可以了。今天多多指教了，我是杜德伟。其实他国语蛮标准，有一点鼻窦炎，有一点。他的国语蛮标准，他国语没有那么没有这种，就是又有点像，又有点像。怎么会？你没听过我的多调多调多调，就是这个共鸣呢。你可以唱情人吗？不要乱点，那时候我不会呢。爱的有点天真，你唱的不错。那是天真。那一首是情人，那一首是天真。超级超落雨，爱却更多。爱情假，你们三个可以不要乱演吗？生疏了，有点。就是我被迫跟着你们在一起。郭富城，我被迫，一定要这样子。琪琪，我不愿意。完成，完成，耶！整一个实在太精彩了。一般演员很难得看到这样子的料理秀。杜德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们如果没有准备好，就准备要输到脱裤子了。应该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这一段为什么你有广东腔？情感演技王，我们上个线来。OK， 没有问题啊，绝对打败他们。记得要喝就是你的角色去喝啊。我当然了，不像就再重喝一杯。没有问题啊。是这女最不像，越来越像了。喝一杯就好，喝一杯就好了。喝一杯的时候要说一杯气吗？你是谁啦？很难笑。是不酸是吧？这是谁？杜德伟啊，谁一直变红了？杜先生，你是有鼻窦炎吗？我是肚子饿的杜德伟。今天也蛮妙，都香港为什么不用广东话聊嘞？因为离开香港一段时间，有一些语言的感觉他生疏了，他们怕我听不懂，怕我听不懂，对，怕他听不懂，用 A B C 嘛，听懂？你是相信我，你是波波猫。谢谢。黄立行，立行公司还不错，很酸，对不对？哥哥也喜欢喝。你的眼睛怎么不打开呢？我打开啊，我是单眼皮，你知道吗？是一种跳针的概念吗？一直太酸了。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你的脸长得太酸了。你为什么觉得是郭富城？因为杜德喝完那后续的那个脖子的那吞食的那种抽动还会有，但是舞步啊，然后郭富城看不到脖子，所以你讲话上演了吗？点一个讲话上演了吗？郭富城角度看不到哦，爆出口啊，爆出口，我脖颈长了喔，没错啊，是郭富城，真的，哎呀，哎，闻到，鸡肉烧板真美味，今晚试试请人吃，是，没有，鸡肉烧板真美味，今晚试试请人吃，三，没有，鸡肉烧板真美味，今晚试试请人吃，三，哇，哇。过期，过期，过来，过来，好，好，可以了。
今晚是情人节，今晚是情人之二，没有。今晚是情人节，今晚是情人之三。没有，今晚是美味，今晚是的情人节三，睡睡啦，睡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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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Oh my God， 突然为你了，太睡了，太精彩了，预备开始，今晚是美味，今晚是的情人节二，没有，今晚是美味，今晚是的情人节二，睡啦，太睡了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张立东，好。最多最多是三三，开始。金龙水管真美味，今晚是情人节一，没有。金龙水管真美味，今晚是情人节二。Oh my god！ 吴师傅爱你，吴师傅，吴师傅加油！吴师傅准备，吴师傅加油！一枪毙命！你没喊到你就输了 ，KO 你了。你下辈子吧，院长。预备，开始。金龙水管真美味，今晚是情人节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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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龙水管真美味，今晚是情人节。零。金龙水管真美味，今晚是情人节。金龙水管真美味，今晚是情人节。零。哇，还有整把卡，哇，好开心，好烂哦！哎呀，这么简单，这么好赢啊！你是皇帝不行嘛？真是啦，给一个，我就猜詹姆斯，哦，好不好？你最了解他们，猜拳输了去，顶你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布布，去，来，贾老师，再出来啊！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表演派的这个 copy 的这个地方抓起来，是谁？抓出你这个菜鸟演技！哇塞！哇，你试试看啊！你要用肚的，吃掉吃掉。那我吃吃看啊！吃掉吃掉吃掉，吃吃看。摆低啦！你不说是炸开的辣吧？杜德伟，我乐观。那个辣开始上来了。哇，不乐观。来来，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是谁？来来来。Oh my god！ 不乐观，还好吧？危险。还好啦，中了啦。猜你就猜到了。对啊。真的不行。太辣了。所以是母士哥。黄立行，你还好吗？哎，这两郭富城，郭富城，郭富城，郭富城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因为我了解你们，他不懂，你们涉世未深啊，江湖经验太差了，快喝了，你们回，你们回消暑止辣了，谢谢你，消暑止辣，吴师傅很能吃辣哎，眼睛还这么清楚，能忍，真的，还好，你还好，我，耳朵有红吗？嗯，香港天王不合啊，其实早就不合了。哦，我喜欢香港的各纪为政啊！哇，为什么跟你们同一堆？哎，我没办法演了，不演了。